轻点儿。哦，知道了。不是，再往上点。啊。哦，那我往上啊。嗯。哦，你小子进步够快的呀！相公，今日就让妾室来服侍你好不好呀？难得娘子这么有兴致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妾身应该做的，相公满不满意呀？满意，满意。那妾身好不好呀？好。那妾身想要什么，相公就会给喽。那是当然。那买铺子的钱，这个就免谈了。你到底要啥话了？以后你会后悔的。